那个杰杰克克同学，说，那个坐标我才上来看的，我说差你一个，然后差我就上你一来了，个。我就上来了。对了，那个食物的部分可以吃坚果类的，会补蛋白质。坚果是哦，哪一个？好，啊，好，例如我手上的这个，可以种吗？你要三颗吧？三颗对加啊，树苗应该可以种。所以，来，我给你。啊，三颗够了，还你两颗。噔噔噔啊，你会没关系，吃？我那边有树可以采那收，再所以给还我好。三颗。嗯。哎，我要自己上下会跑掉了啦，又会跑掉了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 bug 哦，应该算我按吧。到你说输那入个法嘞，真的，输入法，然后你跳窗再回来就好了。对，就是看起来超讨厌的，真的，你好多好多那个冶炼的大脑，别讲了啦，做错了啦，哎，我切画面没用了。没关系，快关台了。我发现小柯住的地方好适合发展秘术哦，怎么说？他旁边就是魔法森林哎，哦，他还蛮适合发展秘术的。你要去跟他可以住了吗？去里嗯，面扫没描有。一堆东西。对啊，可惜我今天要玩，这次要玩的魔法不是秘术，就不是先玩秘术，我还是走好看，而且就会变这样子，好恐怖。十点了，十点对了，了，十十点点了，了，我还会再开一下，晚开，大概晚还，多开个10分钟。我该整理一下再关。我要回去但整是理。你要不要顺便大斧头做一做啊？大斧头，哎呀，you，叫我的浆你果，这还个是地你之板后是再什么做？哎，地板酷什么？哦，漂地亮的板，嘞。我觉得还好，干嘛啊？你漂自亮己问对不我的很久，哎、欸，就很久，你就说不好看，我说还好，那我说不好看，我被什么东西打了？被什么东西哎、欸，打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刚中虚弱。你为什么要耐酸女？你是被耐酸女好用吗？耐酸民？耐酸酸女不民？是，耐酸女不是，我知道1.7的时候，耐酸女是蛮好用的东西啊。啊，对现在啊，最好了，我不知道什么。但说你算是还不错的矿物。对啊，我又被打了，啊，你怎么被谁打？你也是没有肚子饿错，了吧？不是，哦，哦，隐形的怪吗？他是对我吐口水，隐 形的你被草扬泥马。州哦，我看是到隐形了，吗？他是真的隐形是的隐草形泥的马，怪。所以是草泥马吗？哦，隐形的哦，黑色烈焰神。哦，诶，他，我好很熟哦，那个黑色那个隐形烈焰神，超痛诶。安德，说哪中里间有用安德？纸是丢甘蔗进去哦？哎，不是啊，丢纸进去吗？直也不接是做啊，就好了，就纸啊，然后你要变成纸堆，纸变纸堆，其那实应纸该堆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其实应该可以直接用纸你啦，怎么回了？只用一堆干纸嘛的东西。啦？奇怪、欸，奇奇怪，怪、欸，怪怪，真。你应该可以直接放纸啦，纸堆的话是比较好计算数量啦。哦，我大概懂你意思了，直接放工作步骤部件直接做就对对。了。啊！你丢了什么进去？我不小心按到敲出口，啊！他把敲把竹什么口东西打丢出掉了啦！来？那你把这个，没有丢东西这啦，我个没有你丢出放来，我不哦，小心按到，这个我要弄成一个砖才把它丢回去啦！他太点到他流出来的口啊！难怪他们不想跟你住。哦，你搞要到等到全满才弄得出来的啦！搞到会乱摸，老婆婆在做事情，天哪，超像白目小孩的，他弄满才做出来的擒啦！天柱哦，
洗面，不然要去干嘛啦？好啦，你知道你知道要什么啦？我看我家里有没有带来给你。我还要再铝，还有更多的身上只要铝是不是？铝，对，目前只需要铝。好，我住加你的坐标。气不满，这是什么？我可以摸看看吗？然后讲完的时候已经摸下去了。哎、欸欸，我是真的不小心按到、欸，哎，就德克斯那个弟弟呀、啊。啊！在干嘛？有办法吗？拿出来吗？就是那个要钻那个，要倒满，要倒满了、啊嗯。你只要铝就好了吗？我其他这边有啦，铝五个铝，两个铁，两个钥匙。所以你只要黑钥匙。你拿铝就好了，黑曜石我去啊，好哦，记得魔力石，就有下面有一大堆铝我都没挖，这是什么？我遇到那个了，那个很像铁巨人的东西，傀儡吗？对，古代傀儡，不知道僵尸那个，啊？你在打 boss 吧？不是吧？对，我在打 boss， 好痛。啊！好痛啊！就那个古代的那一只啊，那只对啊，突然生在我家旁边。那是不是叫梅子绿茶？为什么？古道古代梅子绿茶，古代梅子绿茶。古代哦，那是古道，没事。古道，不敢看哦，这不敢看哦。今天工伤好多哦，你那么辛苦啊？到底赚了多少？是不是辛苦哎、欸，最近超辛苦。我拿到古太古动力核心、嗯、哦，对啊，那个我不知道干嘛，应该会拿到他的定吧？有，哦，又下雨了，安德，我还没看到你啊，怎么又下雨了？哦，小泪哥一下，智慧树，是不是有点下雨的几率有点高啊？对啊，我们这张图的下雨几率蛮高的，下不完哎、欸。啊，对了，我可以去雪地。雪地那边、哦、下雨啊，我这里没下雨啊。我哦，你那边离我们很远啊。不是全不是全地图都会有吗？哦，是哦，是不是啊？还是你那个地方是本来就不会下雨的？没有，我这边有真有下雨啊。嗯，在资源世界吗？伺服器备份开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，另一边有下雨，这边没下雨。哎、欸，可是这边之前是有下雨的、啊，是刚好在边那个、哦，刚好在边这一点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是有分，有吗？就是、会分开来？不会吧？应该都是一样吧？我看到旁边有下雨了，远方有下雨，可是地形吧？我那时候看到我家外面窗户下雨没错啊，可是现在看外面，嗯，好神秘哦，神秘。我怎么没装备就跑来打 Enderman 呢？ Enderman 好啊，打啊有哦，该有哦。你跳到水里面，他就不会打到你啦。哎、欸，没事，对不起。跳到水里面，水是你的好朋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快死了！你已经死了。原来是你快死了，我还以为是安德快死了。他也快死，没错啊。你死了！好花哦，雪地好花哦，雪地好花，粒子效果，粒子效果。麦少，你写深一点点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那个啊，哪、嗯、个很大的生怪平台，我知道。有吗？生怪砖有超多生怪砖的地方。重生点到现在还没有碰到点生怪砖过。重生点附近有一个很大片的生怪砖。嗯。我好像有哎、欸，对我改天要去弟弟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家这边也有，哇好哦，挖青苔石喽。可是我这边的好像是特殊的那种海底遗迹的那种。哦，那排异考察在大盆上，在导出冶炼台上就可以继续做。哦，这样是可以摸吗？可以插在上面，可以插在盆子上面，但是你要再倒出来吗？那只是倒到另外一个盆子而已吧。哦，我懂他意思了。哦，也是可以啦，也是方法啦。
这样子吗？这样可以耶。我可以喝，有一点延迟，有点那个了，一点点那个了。嗯，对，有点那个。会下雨吧？嗯。哦。不过是还可以接受的那种了。我找不到安德，安德怎么这么少啊？你们为什么都安德？要做传送石碑。哦。传送石碑，我看一下。它叫指路石。假如你有装那个翻译包的话。89页。哎、欸。月。嗯。嗨。青苔球要怎么做？哦。青苔球。青苔球。你。我看一下，看青苔球不是可以让那个吗？他慢慢回复，还是不是青苔球？啊、是青苔球啊！繁星，哎、欸，我要回收我的岩浆罐，回来啊！你在家吗？在啊！你不是说很简单，你就自己再做一个嘛？青苔球就四个青苔石合起来啊！哦、是四个、哦，我想留着第一个。哦，苔藓球，有时候九个青苔石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刚也是记得九个，就四个就好了、欸，四个啊，我看合成商表上面是四个啊，其实玩这种模组包的话，你以它的配方为主，你不要以你的印象为主，因为你的印象有可能因为模组包的关系，它会做调整，有时候会简化嘛。嗯，有时候会难加难，有时候会变简单。嗯，所以旁边的那个可以查的为准。啊、嗯，所以我来修它了。杰克啊，哎是，那个是你按那个中间之柱按 U 传，嗯断麦，就是我是在中间之柱上面按 U 嘛，然后上面有八哪一页的那个东西。按 U 哦，按 U 哪页的东西？其实我刚刚有贴那个，它是什么模组啊？直接查那个模组比较快。我看一下，贴在 Minecraft。这个小精灵它有什么功用吗 ？Waste stones， OK。然后我要怎么升级它？嗯，升级它我看一下。啊，我该不会是掉书架？它上面有写啊。用这个点击一下书架，消耗此等的经验值，变成修复前苔藓。修复苔藓，你才能把它合成你的那个，合成你的工具架，就是书柜了。哦，嗯，那个，哦，嗯。我把这个死亡清单丢掉，太多了。你到底死了几次啊？到底死那么多次的感觉？刚刚死蛮多次的。找不到安德啊！安德怎么这么难找啊？调皮。啊，用这个就好了。哈！找到中间珍珠一颗，太爽了！哈！哈！哈好，我决定去另外一个祭坛看看有没有中间珍珠。太棒！那、这里面也有机会有啊。有黑曜石。之后会不会盖家？有啊，我家已经盖出来了，很大一座山，你没看到吗？超大一座哎、欸，你没看到吗？你家好好看啊，哇，真的，这么大。哎呀，那个晒干架怎么做啊？晒干架那个把半砖然后横放，我还是做半砖哦。我记得好像是半砖吧。我来做做看好了，晒一点腐肉。哎，是哎、欸，不，我就是晒腐肉，应该是。还可以晒武器哦，
那工具塞上去，它会慢慢修吗？我不确定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啊。为什么受伤啊？这为什么有一只猎人在泡水啊？你怎么在泡水啊？他觉得热。对，